朝鲜那些你不知道的事。一、朝鲜盛产美女，在朝鲜几乎没有整容业，所以女子都是天然美，娶媳妇也不需要什么彩礼，甚至女方还会出嫁妆。二、严禁不结婚住一起，谈恋爱最多拉拉手，这里可以说是最纯洁的净土。三、朝鲜地房子教育和医疗也是免费的。四、朝鲜的国名是中国明朝朱元璋起的。五、1966年朝鲜获得了足球世界杯第八名，这个亚洲纪录保持了36年才被打破。六、朝鲜女子把男子称作裤子，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裤子，那就是问你有没有男朋友。有几种裤子特别受欢迎，军裤也就是军人，学裤是指高学历的男人。七、朝鲜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，是世界上人均拥有自行车最多的国家，普通老百姓不能拥有私家车。